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个2023年第一次跟大家在一条龙课程一起学习。首先也祝福诸位忍者阖家平安，身体健康，福慧增长，光寿无量，阿弥陀佛。这个光寿无量还是很重要。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包含从事各行各业，我们不能忘了终极目标，不能忘了了脱生死轮回的大事。这是我们每一天要清楚的。所谓净土为归啊，我们要知道归宿在哪里。不只是每一天如此啊，每一念、每一言一行，净土为归啊。就像第十八愿提到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啊，代表所做一切善呢，不求世间果报，有求世间果报，所做一切好事，翻转成轮回善业了。所以大乘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接着自净其意啊，是诸佛教。这个自净其意，就是要清净心呢。没有求未来果报的心，没有求人家要认同的心，这些心念都会影响自己的清净呢。所以偶业大师这个净色名我们在课程当中常常跟大家提到，这四句真的是我们要当身成就的关键所在。第一个，净土为归，归心是见，不能留恋世间。第二，持戒为本，我们成就自己，教育自己，包含教导学生，护念他人，都要持戒为本，戒为无上菩提本，修就要从根本修啊。而持戒当中呢，最在更根本的戒的大根大本，在孝亲尊师。
所以我们自我教育，教育他人，都不能离开这个孝亲尊师的大根大本。第三，关心为要。我们护念自己，要能看到自己的心念，看到跟真心不相应了，赶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把它转过来。大学当中讲到，身有所分志，不得其正，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要，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不得其正。我们的心有担忧，有恐惧，有贪求，有情绪，有愤志，就是情绪上来了，那更严重了，发脾气了，其实就是不能起贪嗔痴。我们会忧虑恐惧，代表我们的心上没有佛法，没有经教了，心上有法，所谓理得心安呢。我们举一法，深信因果，那就不会恐惧了，该来的会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所以遇到逆境恶缘呢，该还债了，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平常心去面对它，甚至升起感恩心呢，把我们的过去造的三恶业，在这些境缘当中消掉啊。所以我们将师长的教诲，经典的教诲提起来，我们应该是可以过上随缘消旧业。消业好啊，无债一身轻啊。我们依循佛法，依循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可以过上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的日子啊。我现在新年新希望啊，我们这个兔年呢，要过上怎样的日子呢？应该如师长给我们的勉励，要过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那就心中有佛法，有佛法就有办法，每一个境缘我们心中有佛法了，随缘妙用啊，妙在提升自己，在每个缘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妙在随这个缘，我们呢为人演说，锁好我们的心念，相关的亲戚朋友同仁看到我们依照经教
其实依照经教，就是依照自己的真心呢，自己的信德了。我们用真心跟亲戚朋友同仁所交感的真心，可以唤醒真心啊。我们在缘分当中用了妄心，用了贪嗔痴慢疑了，那招感的也是人家的妄心呢。所以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所以我们要护念好学生呢，根本上我们要护念好自己的心呢，在每一时每一刻要住在真心啊，不能被习气啊控制住了。所以这个净色明啊，第三观心为要，护念的好自己啊，我们才护念的好学生呢，护念的好有缘的亲戚朋友。这是观心为要啊，起心动念是根本的，从根本修。第四呢，善有为依，依众靠众。大学当中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切磋琢磨，相关而善。我们报名参与这个课程的诸位仁者，诸位老师，你们有宝贵的这些心得体会，也欢迎可以写出来，那我们就可以从您的分享当中得到启发，产生共鸣那我们的教学就不是单枪匹马了，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们可以互相这个观摩互相学习这个发挥团体的力量一个人假如在教书的时候就觉得只有自己的力量那压力会很大的假如我们透过这个因缘平台大家都把宝贵的经验心得都提供出来那每一位老师就有强有力的后盾了。况且诸位仁者大家都是以师智为己智因为一条龙的理念是老人家尤其晚年呢，一而再再而三的祈勉我们甚至是劝请我们劝请年轻人发心终身做小学教员意思就是终身能够陪伴
孩子从小学习啊，帮他们扎好成圣成贤的根基，也确实啊，我们看着这些孩子，他们的因缘呢，都比我们殊胜非常多啊！我们看看啊，像承德自己的因缘啊，25岁啊，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啊，才开始亲近老和尚，才有机会学佛啊。俗话是说3岁看大，6岁看老啊，那都25岁了。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这个时候要想到曾子，曾子是继承孔子的道统啊。曾子的特质啊，不是非常聪慧的啊。所以《论语》说他生也鲁啊，但是他的学习态度很值得我们效法。他是能依能知几百知啊，人家一次会没关系，我100次啊，能识能知几千知，我们勤能补拙。人家10次会没关系，我不气馁，我1000次啊，果能此道矣啊！我们能够真正这么去用功，虽愚必明啊！虽然本来智慧不高啊，因为这个态度啊，越来越有智慧了。越来越明白了，虽柔啊必强啊，本来是柔弱啊，这个懦弱了也会勇于承担呢、那我们是属于啊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但这些孩子跟我们的因缘不一样。师长有说啊，传统啊要复兴呢、要3到5代人啊锲而不舍的努力啊，不能想了很快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这个想很快的心呢，就不是真心了，是着急了。甚至急于求成呢、就像我们早上提到的念佛啊，要念得好啊，要安住当下，字句分明啊。假如念的时候还想着赶快得三昧啊，赶快有瑞相啊，那个越念心越乱啊。念佛跟做事是一不是二啊。念佛跟做事都是用这一颗真心呢、这个理啊是相通的。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呢，已经养成很多做人做事的态度习惯了像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的性格比较着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比方比较平缓的人慢慢来慢慢来他长得都比较有吨位，有没有比较稳重你看那个快快快快快，一般都比较
吃不胖。相由心生呢，这个脸相身材啊跟心境啊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修行，老和尚说的修正行为啊，将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我们改了多少啊？这是我们真实的修行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不重外表而已啊。今天我们吃素30年了，形式啊，实质是什么？有没有越来越慈悲啊？对人，对一切生命，这个才是实质的了。所以我们还没学佛以前的这些错误的做人做事的态度行为改过来没有？比方说我们具体啊关照一下啊，我们都希望学生改过啊，可是我们要以身教啊来带动学生呢，我们自己改过有没有很勇猛啊，很精进啊？其实小孩的心是非常敏锐的啊，一个老师求道修学非常勇猛啊，他的学生是感受得到的啊，会被老师带动起来的啊。我们也见过不少年轻人啊，常常都会提到啊，我爸爸很精进啊，我妈妈很信佛啊，很虔诚。这都是父母啊对他的带动了。那要将没学佛以前的习惯改掉啊，都要下不少功夫啊。那比方我们回想一下，父母最操心我们什么？耳提面命我们最多次的，我们改了没有？连父母一直提醒我们的我们都不改，其他的还能保证吗？学佛是用真心呢，真心从哪里开的？孝亲尊师，一定是有把父母放在心上了，希望不再让父母担忧了，这个心就慢慢透出来了。父母提醒我们最多了，我们得改啊！新年新希望啊，今年一定要把这些改掉了。还有那么多爱我们的人，我们不改一些坏习惯呢，他们都得操我们的心呢。他们爱护我们，我们要以什么回报啊？要啊，珍惜他们的爱。珍惜他们的护念，不辜负，要听他们的劝告，改掉过失，自己越来越好啊，让他们觉得欣慰啊，我没有疼错人啊，我们闽南话说的，值得人疼。值得人家疼啊，这才是回报所有爱我们的亲人朋友啊。
那尤其啊，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文化啊，我们也有责任呢、要复兴文化。文化教育啊，俗话说的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啊，这是个工程哦，百年树人呢、可是我们可能还没学传统文化，习惯是什么？遇到事情红红火火，哇，像办活动一样，搞得热热闹闹的，要搞得很大，搞得很多人，哇，我来个三四千人，大家想一想，这文化复兴搞三场五场论坛课程就复兴了。我们以前的习惯就搞活动就是成就事了，这可不能用在文化教育上哦。我们办课程办论坛那是播种啊，给来听的人认识传统文化，种一点善根呢、就像种子种下去了，接着呢，种子种了就收成了，这没有道法自然了，种子种下去了，要施肥啊，要浇水啊，要长期的护念啊，要成就一个学子啊，那没有15年以上持续的教育不容易达到啊。我们也遇过一些老师啊，他带的学生有的超过十年了啊，用传统文化理念教的啊，结果啊，因缘不能持续了啊，出国留学，哇，一下子退转得很厉害了。啊，我们自己修学啊，其实就能领悟很多道理了。啊，我们自己修学，懂得自爱，护念自己，我们就懂得怎么去护念他人了。啊，就像自己一天不听经，一天不读经啊，这烦恼就扶不住了。啊，古人说的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哦，我是撑不了三天哦。啊，甚至于啊，一有时间不读经不听经啊，就打妄想了。哦，我得有自知之明。所以一有时间呢，赶紧听经读经了。这样用功啊，有时候还不见得服得了烦恼了。所以更不能去滑手机了啊！这个一滑，回过神来，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在这个过程我们都在干嘛？念头都是什么？所以自爱才能爱人啊，我们自爱要在一切境界当中啊做得了主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呢烦恼习气啊。所以得要种子种下去了，不间断的浇水施肥，浇多久啊？百年树人啊，
承德，当时候当小学老师，我们得要考试啊，一间一间学校报考啊。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们对面有一间学校，我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呢，我想要考上对面的学校，我一辈子都在那里待了，比方说我教40年好了，可能教不了那么多，65岁就得退休了，但退休这个词啊，这个是外来语，我们老祖宗好像没有留这两个字，老祖宗留了告老还乡，告老还乡不是没干了，还乡干什么？还乡教书啊！你看，在这个朝廷当中，在为官当中，哇，那人生的阅历丰富啊！好多经典呢，都用在这些进园的锻炼上了。朝廷里有人才了。敬贤帽啊，我们看宋朝那个帽子啊，官帽啊，前面低后面高啊，有人才了，不恋战这个位置了，让给年轻人告老还乡，回家教私塾啊，把一生的这些学问啊、阅历、智慧传承下去。所以念头里面不能常常有，哎呀，我要退休了，我想退休了，尤其我们跟着老和尚啊，请问大家有听过老和尚说我要退休了吗？老和尚都不说了，我们当弟子的，不能说啊，我们当时候，英国汉学院，第一任呢。长老院长周春堂教授，他当时已经80多了，结果老和尚请他做院长，周院长当时说，我不敢说不啊，因为老和尚比他大10岁左右了，不敢拒绝呀，不敢跟老和尚说我老了，老和尚年纪更大了，所以我们跟着佛陀学呀，跟着师父上人学啊，他们没教的，他们没讲的，我们不讲啊，我们都要随顺他们的教诲，随顺他们的身教，传承他们处世待人，甚至是承传正法的这些精神，这个我们要勇于去承担。那跟大家刚刚提到了，我打个算盘，就在对面的那个学校教一辈子了。那当然我教书的时候会煮一些东西给学生吃啊，所以到时候他们离开学校了，想起这个红豆汤的味道，说不定就会回来看看我了。所以佛法的四摄法很重要啊。就像妈妈的手艺好，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突然闻到了妈妈这个家常菜的味道，就会想回家了，是吧？结果
啊，我去对面考试啊，200人报名啊，初试啊只录取21个人了，啊，我居然进去了，而且21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男生呢，哇！我当时候要去参加复试啊，要试教口试啊。他们学校的老师看我要走进教室，说：“哎呀，今天还有男老师啊！”哦，我一想，应该很有希望啊。好，后来我一坐下来，那个中间那个主要的监考校长，首先就问我了：“你有担任过行政经验吗？行政工作吗？”我说没有。你有比赛得过奖吗？没有。你有带学生比赛得奖吗？没有。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都说没有。我想说可能这件事要黄了啊！他怎么没有问我你有没有爱心呢？不过啊，试试是好事吧，啊，因为啊，我假如考上了，啊，我就不会回到大陆去，啊，教传统文化了，啊。但是呢，佛菩萨还是有满自己的愿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信任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护念的道啊。啊，我虽然人不在台湾，但是后来出来推广传统文化，啊，哎，台湾的电视台啊，有放自己讲课的光碟啊，那我所教过的学生都找得到我啊，哎，那我这个愿也是有满了，哦，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啊，真的会满我们的愿的。所以护念一个学生，啊，我们要很有耐心陪伴他成长，啊，甚至他的过程会起起伏伏啊，啊，我们不忘我们的初心，爱护他。啊，那师长讲三到五代人。代表啊，这三五代人都要锲而不舍，像接力棒一样啊，这个棒子可不能掉了。那老和尚第一代，到我们这一辈啊，孙子辈了，那接下来还几代人呢？啊，那承德观察因缘呢？自己这一代要做铺路石啊，铺好路啊，那后面的一两代人呢，啊，能踏着我们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啊，这铺路石啊，也要演的啊，像铺路石啊。你不能铺的让后面的人走的颠颠簸簸的，演什么要像什么啊！啊，认识到这一代的角色了，啊，所以师长啊，这种劝勉我们当小学教员啊，耐心的啊陪伴下一代。啊，我是很想啊干这一件事情啊。看你们的眼神好像不太相信啊。我真的很想干这个事啊。哎。啊，看到那么多从胎教就开始的孩子，哎呀，看了真的觉得好有希望啊。但是承德是属牛的啊。这
这属牛的呢，在命运当中啊，常常都是要耕田啊，到处呢开荒啊。哦，所以现在开了一大堆地啊，有时候退不下来。哦，不过我会尽力劝请啊，我后面的年轻人啊，他们能发心啊，终身陪伴比他们更殊胜因缘的孩子们呢。好，那刚刚跟大家拜年啊，拜的最后一句叫光寿无量。这个光寿无量啊，净土为归啊，而且我们这一生啊，要能够往生净土啊，我们要正住双修啊。啊，正修是念佛，住修呢，积功累德啊。在哪里积功累德？在我们的教学因缘当中啊。哦，所以师长说的，五千年来第一等好事啊。因为这五千年还没有遇到这么文化危急存亡之秋啊，一不小心啊就断了，没得学了。哦，香港一位学者大声疾呼啊，我们要传承文化，不然呢，你看这么短的几十年呢，这个中华儿女从历史最悠久啊，文化最悠久的民族啊，变成最短视的民族了。短视到啊，为了几百块钱呢，伤害自己的父母老人了，这堕落的太快了啊。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啊，不学文化，现在外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太强了，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啊，利欲增长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了。我们当父母、老师啊，当长辈的，看到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很心痛啊。当然也是我们有责任啊，这孩子好不容易投在我们的家里啊，他人生难得嘞，他中土难生啊，生到神州大地啊，才能有沉船五千年的文明嘞。他这么稀有难逢的机缘，我们要把它护好啊。哦，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一起学习了印光大师天下太平之根本，这个是啊非常有心的弟子啊，将文钞当中有关家庭教育的部分呢，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了这一部书啊。啊，我们今天啊可以把它啊圆满。哦，所以啊我们啊有责任呢，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啊，勇于承担。那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急，现在遇上了，所以我们能尽力去做了，那后世中华儿女子子孙孙
都因为我们而得利了。甚至于啊，我们把它传承了，这个中华文明又传到全世界去了，哇，这个功德啊 computer 电脑都不好算了。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功德更大了。所以李炳南老师说的，困难越大，功德越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啊。其实李炳南老师这句话，很好的教导。顾念我们建立很好的心态啊，会不会遇到挑战呢？铁定会啊！李炳南老师先给我们做好啊心理建设啊，这个在教育的方法当中叫静于未发之未愈，预防法。李老啊，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这个教学法哦。你看他对师长说了，你学讲经讲的不好还好，讲的好啊，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哦，后来师长真的遇到了没住的地方了，他心里的冲击不大了。哎，老师已经先跟我讲，这非常善巧啊。就像无量寿经当中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榜样，同时啊也是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啊。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承德啊印象当中啊，刚开始读《无量寿经》呢，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啊，忍不住啊，泪水啊会出来了。被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慈悲啊，感动了。我们感动之余啊，进一步要效法弥陀啊，这个愿力呢。那我们从事教育啊，以孔老夫子为榜样。孔夫子啊，所处的年代礼崩乐坏，但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哦。哎，也是啊，文化退上的很厉害。那孔子在那个这么重要年代，他三思书，定礼乐，作春秋，阐明易经，阐明易道。所以因为他老人家，所以上下五千年接上了。孔子上面2500年，孔子下2500多年。那我们看到他老人家的承担呢，积了大福了。他的后代2500多年不衰啊，后代子孙超过100万人呢。我所见到孔子的后代都很优秀啊，在各行各业很有出息啊，真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诸位教育界的同道，我们想不想修孔子一样的福报啊？哎，我们现在就遇上了，以孔子为榜样，
把文化沉船下来，那这是最好的积功累德了。那不止在教育界，我们在各行各业，我们都能落实传统文化，落实佛法，为人演说，都能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其实我们的心念在工作处事当中呢，都能关照到，哎，我这个心念有没有符合做之君呢？有没有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啊？有没有做之亲呢？我对待他人的态度有没有不求回报啊？有没有不弃不舍啊？有没有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哎，我有没有做之师啊？传道授业解惑啊？有没有做这个坐育英才啊？有没有为下一代啊，为我的团体培养人才啊？有没有在每一个机会点啊，能够很有耐性的来引导学生，引导甚至于是自己的下属啊，亲戚朋友啊，这个是做之师啊，真的抓住机会教育点了，那每一个人不管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得到很好的启发，尤其在逆境恶缘了，你能抓住这个机会点了，他不止不会火烧功德林啊，他很可能呢提升他的境界了。好，这个是我们正住双修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修行，用真心啊去做，念佛不只是坐下来一句接一句叫念佛，这个念字啊，老法师给我们开解精心，心上真有佛，那就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那就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功德，那我们真行菩萨道了啊，真行大学之道了。而我们在护念自己跟他人的时候啊，我们要提升一种智慧，叫胜于死啊，胜于一开始。俗话有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假如我们一开始啊，情况就不理想了，哇，那个后面就很费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处理事情啊，都会觉得哎呀，好困难啊？因为啊，那事都已经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太迟钝了，都没有很敏锐的，在问题一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洞察到。就把它处理了，所以为什么说
上医可以治国啊，好的中医师可以治国哎，因为他中医的理论跟治国的理论相通的，不治未不治已病，治什么？未病啊，防范于未然。那我们自家不是一样吗？包含护念自己啊，也要防患于未然了。举一句《弟子规》的话：是非已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了。大家有没有经验？答应朋友一件事做到一半，要进又不好进了，要退又不好退，要汲取教训呢，有可能这一件事是怎么样？一开始啊，考虑就不够慎重，太过激动，哎，是非已无轻诺了，那苟轻诺了。所以这一件事，假如一开始就慎重了，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了。所以这个生与死啊，重要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天下太平之根本呢，关于节欲的开示啊，这个对于我们教育下一代呀，那这个是真的是生与死啊，太重要了。我们看呢，分论。第三十四，印主很慈悲啊，他是出家人呢、但是这一些对众生太重要了，他讲的特别深入啊。节欲一事啊，其理甚深呐、这个道理很深呐、很重大、其关系甚大，关系到一个小生命啊，关系到一个家道兴衰啊，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下一代啊，关系到世界的安危啊，其话甚不易说啊，聊这个重点啊不容易啊。夫天生男女啊，天地生男女啊，圣人法天立则啊，效法天地啊。你看《易经》，观天地这些气象啊，拉到做人处事来，所以天是乾呢，地是坤呢，拉到男女，男乾呢，女是坤呢，好，那男女阴阳和合配合好啊，所以令男女居士啊，以为人伦之最大者，男女居士啊，夫妻住在同一间房，所以首先从夫妇同室同一间房间呢，再延伸开来啊，所以夫妇有义啊，而后父子有亲呢、你夫妇和和了，孩子在这种和乐的气氛之下成长，人格健康啊。你夫妇对立了，甚至冲突了，那下一代的人格很难安定了。
甚至学不会怎么跟人相处了，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冲突了。所以夫妇的相处啊，甚至怎样怀孕呢、啊？这个都是关键的、啊。所以人伦是最大者。你夫妇和和了，父子有亲了，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每一个孩子出了家庭了，他能够是忠臣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每个家庭好了，社会就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细胞健康了，器官当然健康了。所以这个男女居士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婚礼是非常慎重的，因为啊，以上观风化，下层中挑，上有关呢，这个男女的相处关系到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的风气啊。我们冷静去看看，现在男女关系一乱呢、啊、天下大乱啊。你看古人这些话多有道理。哦，我们看五十年前男女关系谁敢乱来啊？哇，现在没有好好教了，这个不好的风气影响很快啊。下层中挑，这个就是讲到男女结合是要承传祖宗的这个血脉啊，上以事宗庙，下以祭后事，传宗接代的大事情啊。岂为人日图快乐啊，所以这个是传宗接代的大事情啊，不是啊让人去纵欲啊寻乐的。而常以欲事为事乎啊，也不能常常去纵欲啊。所以太上感应篇提醒啊，不能淫欲过度啊。那当然啊，毕竟啊，饮食男女啊，人之大欲存焉呢。饮食男女这种欲望啊，我们先天就带来的了，这个不容易啊克制。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存忠恕之道，在这方面严以律己，夫妻之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且更重要的呢，夫妻啊能够一起学习圣教。你说另一半不肯学啊，我们不责怪对方，哎，我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我正己去化人。因为人的精神生活越提升呢，他这种物质的欲望啊，不知不觉就降了。你尝到法喜了，四味哪有法味浓啊，尝到了这个精神的快乐啊，这种五欲六尘啊慢慢慢慢就淡了。都要有善巧方便哦，不要变成哦，今天跟大家聊，大家要回去要求另一半哦，到时候我就不敢来洗你了哦。哎。那进一步分析到了，贪欲之人呢，其筋薄而无力了。这个纵欲之后啊，他这个精子啊，
不好了。如鼻肿不能生牙了。这个鼻就是比方说稻谷它不丰满。那你拿着这个不丰满的稻谷去种它长不好了。所以鼻肿不能生牙。这个牙生不出来了。故难生呢。寄生真的它还冒出牙来了。多多皆未成人而夭折。从小体弱多病啊，不好养啊，急性而不夭啊，纵使他没有早夭啊，也长大成人了，亦必单弱柔懦，会怎么样？单薄啊，虚弱啊，可能呢一生呢都有病了啊，又很这个懦弱，不止身体不好啊，性情啊也很懦弱退缩啊，这正气不足啊，阳气不足了，无大树立了，就是很难成才啊，很难担当了，所以若能保养精神，节育半年，这个都很仔细指导了。我看这个现在节育半年了不一定够了。我们的体质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得要动态观察我们要有这种敏锐度祖师大德的教诲 不是照搬的你看印光祖师说啊，一个道场呢不要超过20个人常住了不是接种啊，常住，请问大家现在不能超过多少人啊？印祖那个时候是说不要超过20个人我看现在啊，超过10个人就要吵架了老和尚当时讲就是说2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所以这个同参道友的缘不用去找不用去攀感召我们自己真干了有感应志同道合的人聚过来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可不要以前的习惯又来了很喜欢热闹找一堆人来当然接种多多益善种善根但是骨干这个可要都要能为人演说节育半年待其父天魁发后到他的太太每个月的这个月事过了之后则良宵即起所以要挑良辰吉日其实人在天地之间呢都受天地磁场的影响的这个时候相与一交决定受运从此永断欲事则所生之子哇你看这个胎教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夫妇这个圆房之后就开始了所生之子不但性行真良他的性情忠贞善良欲念轻薄
看这个生与死多重要啊！哎，一个孩子欲念轻薄啊，他修道轻松多少啊！你这个是真正的慈爱啊。哦，而且啊，体质盘厚，身体素质非常好。一个孩子体质很好啊，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工作啊。你看他体力这么好，他读书比人家省多少力啊，做事你看体质好，思维敏捷，身体一不好啊，常常都会被这个身体所累啊。哎，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身体好吗？哎，我们也观察一些小孩，几个月啊，三岁五岁啊，哇，这个长什么疹子啊，这些毛病不少啊。哎呀，今天找到原因啦，啊，安乐易养，跟从小多病啊，很可能跟这个有关啊。啊，所以天魁即精髓也，精髓静后方受孕。这个月事啊，要都排净了才可以啊。余时多不受孕，还没有排净啊，这个很难受孕啊。精髓未净啊，断不可交。交则啊，复及受病成带，这样会伤到自己的太太的。所以这些都要懂啊，才是真正能够去爱护到对方啊。那这样啊，就没有希望受孕了，勿忘受孕矣啊。好，所以人之大伦之事啊，岂可二日二时而行啊，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啊，怎么可以挑这个不好的这种天气啊时间呢？故须啊，则良宵也啊，良辰吉日啊，这都有经典的依据哦。所以印光大师说的《礼记月令篇》，即圣王于仲春，仲春是农历二月啊，我们啊现在是农历一月啊，二月仲春里面讲到啊，这个日子是先雷三日啊，那个日子会打雷啊。皇上命这些各个地方官呢，夺啊分木夺，以令照明曰：这个地方官拿着木夺啊，那个是像铃铛一样，它里面的这个蛇，我们说这个蛇啊是木头做的，外面是金属啊，你这么一摇啊。声音，老百姓一听到木铎的声音啊，就知道啊有政教法令要公布了，就会赶快出来听了。那这些父母官呢，摇着木铎啊，讲了，雷将发生了，这几天要打雷了，有不戒其容止者啊，身子不备啊，你生的孩子可能会有缺陷啊，必有凶灾啊。所以夺木铎以令照明者，令地方官身夺摇着木铎以告百姓啊，
劝导百姓。容止是什么呢？犹如动静啊，油盐啊，油盐动静，什么动静呢？不借容止啊，为行房事也啊，就是你没有考虑到，在这种打雷的天气日子里啊，可不能做啊。不然呢，造成什么结果啊？身子不备啊，及五官不全等啊。陈德有一个比较熟的同修，他就在婴儿房里面上班呢。哇，现在看孩子一生出来，这个五官有缺陷的，甚至于就心脏有问题啊。才几个月，他开了好几次刀，哇！他看了是在痛心啊，拼命帮这些孩子们念阿弥陀佛啊！啊，我们今天看到应主这一段话了，你说那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所以以前当皇帝、当父母官的人慈悲啊。重要的是他懂啊，我们现在不听老人言了，甚至于教科书里面都写了这种男女之欲啊，都觉得很健康啊，很正常啊，搞得这些孩子十几岁学这些错误的认知啊，就纵欲了。编书有因果责任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在这个时代啊，真的要尽力护好民族幼苗啊。所以是没有生子啊，生下来的孩子或异人类啊，这个长相就缺憾了，或形体缺损了，皆作此故啊，犯了这些问题了，所以必有凶灾啊，言其父母啊，尚有凶祸灾殃了。你这个行为啊，会招来灾祸啊，如恶病、妖兽。这连父母都会有灾祸啊，所以不止生子不备也啊。所以以前陈德小时候常常看到农民历啊，都懂得啊，要观察啊这些日子啊，人都会受影响的。所以古圣王重民生，这些圣王很关心百姓的生活啊，生命啊，故特注意其事，夺木铎啊以告之。不但震雷当祭啊，不是打雷当祭啊，即大风大雨，恶星值日，就恶星出现的日子了。即天时交节，你看二十四个节气，这个节气交替啊，这种磁场都会影响人的。比方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分，这些都要注意到啊。还有啊，佛圣诞起。今天像初一弥勒菩萨圣诞了，好像初九天公生了，这些日子皆所当祭，要忌讳。此时啊，尊天嘛，
尊天地神奇啊，敬圣，敬佛菩萨圣人啊，尊法治，这些圣王所留下来的这些制度啊，都有他的智慧考虑，而敦人伦之大道啊。这男女是人伦的核心啊，习世人呢，盖不肯出诸口，不肯把这一些道理讲清楚啊。你看应祖多慈悲啊，他以出家人的身份呢，要把这些给我们讲的这么深入啊，希望我们呢都能有孝子贤孙呐。那都不讲了，必其子子孙孙体慈啊，一代劣于一代啊，一代不如一代了，或者啊少年早夭啊，下一代早夭了，或由遇事过度啊，虽不早夭，竟成衰残啊，无大树立了。都不懂这些道理了，一放纵了，衰残，都没有大作为了，甚至都是父母家庭的负担啊，多半啊，皆因乃父乃母啊，不知人伦之道所致也，不懂这个道理。乃父乃母之不知啊，由于乃祖乃匹之无教也啊，爷爷奶奶没教啊。哦，当然了，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也没有人教他们，这个我们也不能责怪了。最重要的，从谁开始明白了？从谁开始啊？依教奉行了。所以子女成年时啊，当以节欲保身等。所以你长大，论及婚嫁了，要把这些道理啊，委屈开导。抓适当的时间，很有耐性，也不止讲一次，循循开导他。父教女不方便，母则无妨。所以能如此方为真爱子女。而视之爱者，多皆任其纵欲。爱他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啊。我们可不能说年轻人有年轻的想法我们管不了了，不能这么想，不能这么说啊。假如我们是这个态度啊，那整个社会的风俗啊就快速堕落了。每一个长辈都有责任的，甚至要早教啊。所以啊，任其纵欲啊，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啊，可不哀哉啊。所以圣人重胎教，于此致意啊。所以圣人重视胎教这些道理啊，明白了都很用心啊，去推广。所以这也是预防法，乃为胎而育教啊。其实这一段话，有见识的父母官呢，哪一个地区真的这个父母官懂了，那就应该啊，看能不能每一个要结婚以前的人呢，
有一个结婚先修班啊，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哈，这个我们现在干哪一行啊，都要考执照啊，是吧？哎，你考过了这个执照了，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来服务啊。你看每个行业都要考执照，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把下一代教好啊。那你组织家庭了，你要懂得怎么教孩子，所以应该要有爸爸证啊，要有妈妈证，结婚以前要先学习这些最重要的部分了啊，看你们的亲戚朋友有没有福报当官的哦，可以做一个示范点啊，哪怕是个村长都没关系。哦，我们再看呢，求子三要啊，在总论呢第十九啊，所以求子三要，第一啊，保身节欲，以培先天，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二啊，敦伦积德，以利福积。第三呢，胎幼善教啊，以免随流。哦，这三点都很重要，这是印光大师教的，依教奉行啊，一定赶一个圣贤来投胎的孩子。好，大家好好努力啊！年轻的夫妻好好努力啊！到时候可以交给我。但是我得很长寿才行啊！哦，现在你们去做啊，假如20岁交给我，哦，那我得多活几年才行。哎，哦，此三要事啊，务其实行啊，再以至诚理念观世音啊，照着这三条去做。念观世音菩萨，求赐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啊！我教的好细哦。你要求孩子念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有送子观音啊，观音菩萨真是很慈悲哦，什么都满我们的愿呢。然后求啊。求什么子孙呢？福德智慧，而且可以光宗，还要利益整个国家世界，光宗华国之子，必能所求如愿，不负圣恩矣啊！真的能求得到哦。那求到了，不要辜负观世音菩萨啊！要好好的把它养成才。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者，若不节欲啊，则精气薄弱，必难受孕，即或受孕，必难成人，即或成人，以先天不足啊，决定孱弱，既无强健勇壮之身力，亦无聪明记忆之心力，身心都弱，未老先衰，无所树立。如是求子，众菩萨满人之愿，人时身负菩萨之恩矣。第二，敦伦积德，以利福积者，欲生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当父母的，甚至于是爷爷奶奶，这些长辈啊，必须敦伦敬分，孝亲敬长，善待眷属，照顾好眷属啊，敏恤仆使，对你的仆人下属都要怜悯啊，爱护啊。此行之家庭者，
这个就是能够敦伦积德。至于乡党亲朋，聚于和睦劝导，这整个大家族甚至是邻里乡党，有机会了，劝导别人，跟人和睦相处，必老者善教儿女，幼者善事亲长，你在这一方善心善行，让老的人都明白要好好教儿女，幼小的都知道要善事自己的父母亲长辈，那常以敦伦敬奋贤邪纯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身，吃素念佛，愿生西方，永出苦轮，普为同仁，恳切演说。这些道理有机会的就劝家族，劝邻里乡党，令培出世之圣婴，贤作守道之良民那你们家能这么做了，这个积很厚的德能如是者一举一动希义自他，你的一言一行利益了自己，利益了他人，一言一行堪为模范，那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所生之子必能超群拔萃，大有树立所以了凡四训说，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所以跟子孙呢也是感应道交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世间的事没有离开感应二字你种这个因呢积善之家的因就感贤子孙呢。第三呢，胎幼善教以免随流者，古者圣人皆由贤父母之善教而成，况凡人乎这些圣贤人根基很好，他也要有很好的父母来护持他，他才能成就何况一般的人所以若求子者肯用胎教之法，其子必定贤善。从受孕后，其形容必须端庄沉静，叫妈妈端庄沉静，其言语言必须忠厚和平，言语平和厚道其行事必须孝有恭顺，孝顺有爱恭敬柔顺行住坐卧常念观音圣号，无论出生念默念，皆须摄耳而听，听则心归于一功德更大。若衣冠整齐，口手洗漱，出生念默念均可，若未洗漱，极致不洁净处并睡眠时均需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生与仪式不合，因为在的地方不干净出生呢不够恭敬了大家走进厕所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可以默念佛号不要断功德一样那后面呢有讲到临产的状况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呢有跟大家提过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及儿后面提到了初开之事慢慢有点懂人事了
即与彼说因果报应，利人利物者必偿。提醒他，你做好事啊，才能好啊。害人害物者必亡。须知啊，利人利物乃真利己啊，害人害物甚于害己。做善必得善报，做恶必得恶报。即说做人呢，必须遵守，知道他怎么做人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方可不愧为人呢。天地人三才啊，不能糟蹋了。否则行虽为人呢，心同禽兽矣。不许说谎，不许杀癫，这个杀癫就是装疯卖傻，这样孩子就很不稳重了。不许拿人啥物，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是非这个用人务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不许打人骂人，不许糟蹋虫蚁稚子五谷东西礼敬这些物品，举止行为啊，必其于亲于己有益。做什么事情一定是利人利己的，于人于物啊无损，不能损害到人跟东西。又需令其常念观音圣号，以其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幼时习惯，他从小就习惯这样做人做事了，大必敦笃啊，敦厚笃实啊，做人很实在，不自矜己慢人，就对人傲慢了，成狂妄之流泪了，变得狂妄自大了。那我们当父母的如此善交啊，与祖宗则为大孝，因为这样的孩子一定光宗耀祖的。与儿女则为大慈啊，真正慈爱自己的孩子的，他身心健康啊。与国家社会则为大忠啊，为国家社会培养个栋梁之才的。于常谓啊，应祖说到他常讲啊，治国平天下之大权，女人家超得一大半者啊，其在时乎啊？因为孩子从胎教到三岁以前都围在妈妈身边多啊，能不能成才太关键了。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太太，她三个女儿长得都很庄严了，我说天下太平交给你了，他说好的，他也很有承担哦。所以其义德堪追周之三泰呀。当父母当妈妈的人能够这样啊，来期许自己护好孩子的身心啊，哇，那他这种心境啊，这种使命感呢，可以媲美啊，追上这个太任啊，这个太姜太任太师。因为啊，周朝这三位女子教育出好几代圣人啊，素不复称为太太啊。这个太太的称呼的典故就从三太来了，所以愿求职者啊，贤取法焉呢，以三太为榜样啊，包含以这个求职三要啊，我们把它掌握住了，那必然有孝子贤孙出现了，则家国兴盛啊，那我们的家跟国啊，就真的是有姓氏了，都能越来越幸福安康了。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不好意思，有点超过时间了。好，谢谢大家。